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，而且很严重。我试试。是你发烧了吧？你脸怎么那么烫？你脸好红啊。梅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丽妹呀，你这样子帮我摁了多久了？已经按了一晚上了。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，薇薇，这个血方对退烧可管用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只要一发烧，我爸就这么给我推，推上几遍，烧就能退了。那你快歇会儿吧，我的烧已经退了。那不行，这一遍还没推完呢。哦，你这次的发烧就是惊吓引起的外邪入侵。不过你放心，欧阳的爸爸已经跟他们都说好了，要当面交易了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应该就能出去了。到时候我们就有水喝，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吃。李妹呀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现在开始不要再说话了。你要保存体力。我以前对你那么坏，可你现在还对我这么好，对不起。